曲家瑞十七号找了欧阳娜娜和欧阳弟弟开直播，三人一起在他的工作室画画创作。曲家瑞看到欧阳弟弟的画作，不仅夸他有天分，还不忘找他拍照留念，气氛轻松好玩。会有人很喜欢这件衣服？会。欧阳娜娜直播时随意涂了粉红、粉蓝等色彩，下一秒她涂发奇想，将各色颜料画在自己黑色的衣服上，全身充满彩色点点，让网友赞叹是星空。 而粉丝在直播中看到娜娜亲自画的衣服，更有人忍不住出高价，娜娜的黑星空一万我买，展现欧阳娜娜惊人的魅力。欧阳娜娜优雅拉着大提琴，飘逸的长发搭上优美的旋律，清新的气质让粉丝着迷。直播不仅能拉近与粉丝的距离，没想到还意外将衣服抬出好价钱。记者王群鹤、李怡慧台北报道。送我的是。